净宗的修学就是如何对无量寿经、对西方一真庄严升起信心，这是头等大事啊！深信之后，再劝你发愿啊，这是第二等的大事。有头等，第二等就不难。头等大事，要是有了障碍，愿发不起来，当然你更不会去修行。啊，真正发愿，真正肯念佛，啊，肯念佛的人，真的把心换成阿弥陀佛。啊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这个人就决定得生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了。啊，为什么？你所有的念头全是妄念，